您好，我的名字是 Sarah， 感谢您观看这 Gonal F Redi Ject Pen 的教学视频。您将需要这些物品： Gonal F RFF Redi Ject 笔，随附一次性针的笔，酒精擦拭布、无菌纱布和一个锐器容器。握住 Gonal F 笔，并取下笔的白帽部分和将其放在一起。Gonal F 笔随附的一次性针仅供一次性使用，确保每一次注射都用新的和干净的针。将盖从一次性针移开，将它放在保护性盖时，将它牢牢地旋转在笔黄色的部分。针上有外盖和内盖，小心地取下外盖，然后取下内盖，但保留外盖，因为您稍后将使用它来丢弃针。将笔倒置并保持直立，轻轻敲击笔的侧面，将气泡移动至顶部。继续保持笔直立的同时，请转动剂量旋钮，直到您听到咔嗒声。按下执行键，直到您看到一滴水出现在针尖上。如果需要，重复此过程，直到形成一滴已施以正确量的药物。共有三种不同类型的 Gonal F 笔：300IU、450IU 和900IU。对于 12.5IU 和 450IU 之间的任何剂量，将旋钮转到正确数量的处方药。一旦笔上达到正确的剂量，就该准备注射部位了。注射部位将是您的医师指定的皮下位置。皮下注射最方便的部位是肚脐周围的腹部。用酒精棉签对注射部位进行消毒，并使其干燥。在注射部位用手指捏住皮肤皱褶，将针完全插入并按下剂量旋钮，直到施以所有处方。将针插入后等待五秒钟，然后再取出。取下针笔后，用纱布垫对注射部位施加压力，如果需要可以使用创可贴。将之前的针外盖放在平坦的表面上，用足够的压力将针放入盖子中，使盖子不会脱落。一旦盖子牢固地放在针上，从笔上拧下针和盖子，将针放入锐器容器中。如果笔中没有药物，请丢弃空笔。如果还有药物残留，将盖子放回笔上，并将笔收起来。感谢您收看我们的 MedEye 的视频。